让神明对发，与神对话，是我们黄猴岛用来祈福的仪式，希望借由与神对话得到祝福。我们也将这份祝福献给所有的救难英雄，向他们致上最高的敬意。现在有请黄猴岛的祭司呼啦来祈福。呼啦拿着圈，就是呼啦圈。拜拜，我们一起。
流，谁品流。虽然现在大家不用戴口罩，但是一样要做好卫生习惯，勤洗手。家中如果有积水的容器，把它倒干净，不然邓德勒不来找麻烦。感谢祥龙的祝福，说的真好啊！啊，找到了！哎呀，太可爱了！哎呀，啊，精不精彩？好不好看啊？飞的龙龙好可爱呀！找到！可是我还是好痒啊！好痒！哦，失败！失败就快离开哈，快离开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又成功又成功。